很热闹的场面。谢谢大家的点赞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一首大家想听的《刀剑逐梦》，来自于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一首歌曲。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从我们的这个视频里进来的朋友？视频里新进来的朋友打一。谢谢大家的人气票和小心心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边听曲一边双击屏幕的任何一个地方啊，可以一起帮我们的直播间点一点赞。我们现在已经60万赞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冲击我们今天第一个百万赞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关注，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一起在我们的音乐声中回忆我们曾经看过的、追过的剧，回忆我们的童年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好听的歌曲，大家一起听听是什么。这首歌曲我也敢保证是很多人的青春，很多人的青春啊。
扣一波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好不好？当这个前奏响起，简直就是回忆杀，好听。